谢就感谢陈诗雅。没有，我们还是希望让以后可以多多上这种吃饭节目。而且今天恰好要直播，而且他忘记了这件事。对，我忘记了，大家，我正在直播。我要开直播哎！大家好，因为我们拉瑞姐姐她正在一个小架，然后她就欢迎大家去王一家的直播间看我。我今天应该不会理会这一台手机，抱歉了大家。就是这一台是那个我们的让你动起来侧拍，然后这个是二机，然后主机在让你动起来。谢谢。对不起，真的今天这是侧拍哦，所以如果要看我的话可以。但是拉瑞姐姐应该是会跟这一台互动哦，对，因为拉瑞姐姐会手持这一台。对。他应该有说好吧？他也不能说不好。哎，你看看我们滤镜差有多。对啊。你好，我很真实。可是我没有调、哦。但我磨皮。我没有调、哦。看我们上次的。是可以给大家看的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可以给他们看吗？这是我们上次的照片。因为上次的粉丝是指定爱心的动作。哦，对啦，它是那个旋转相框，然后里面是我们的相片。然后我们背后就会写，我们背后就会写那个手写信，但是我们还没写。我还写，大家要等等我。哦，可爱，有人很满意哦。嘉瑞姐晚安。晚安。嘉瑞姐今天很有元气哦。二姐，跟你的茶。今天昨天是不是没洗衣服？那不是肯定的吗？衣服是需要每天洗的吗？对啊，我也觉得好像不用吧。这样子太浪费水了。太浪费水了吧？你不知道偶像是不会流汗的吗？我们喜欢那个珍惜台湾的。谢谢天林。那个对，就是有一件事情还是需要大家需要跟大家。拜托一下。来来来，你说。就是呢，我们现在在累积我们 AKB48 APP 的肌耐力榜。然后呢？距离哎是什么时候减？25号减。八月25号前，我们的集体目标是到10M。没错。那我们现在多少 M？ 现在4M。这个有时候总是会有一点点的业绩压力。没错没错。啊，这是我们必须宣传的。哎，对。欢迎大家送枫叶。对不起，谢谢大家。有，他们说有梦最美。枫叶是最便宜的礼物。就是只要关于让你动起来，就是活动一的礼物都可以。已经到夏日季节了吗？已经到这时候了，已经到夏日季节。老胡嗨，老胡姐，很帅哦。我因为我完全忘记要直播这件事情，他真的忘记，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手机有没有办法撑到。而且我是开直播，要开直播的时候呢，蔡澜就突然说：“哎，我好像也要。”八月都要发六单，而且今天的来宾是丽子，他非常的厉害，而且他很好聊天，知识超强。对，他已经跟我们大聊特聊，看起来是会丢礼物，等一下他直接火箭起飞，发力 flag， 谢谢，谢谢。等一下我必须给我的手机一个空间，我要把那个名字贴起来。这么突然吗？我已经放下了，我要自己来。我发现戴项链真的，我把它拔掉。我今天会很少跟你们讲话哦，就对。你们今天纯粹是一个侧拍的角度，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当作是。让你动起来的花絮，那要看正片的话，麻烦大家去让你动起来的那个官方浪来。其实昨天真的我们战斗力，什么跟对、啊、你跟牛社长，所以我有一张 A5 和牛对话机，你们是不是都没有换？我们没有，对，因为你们没有用那个。对，你帮我拿一下，我去放东西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就是可以照他，这是没有照这里。我现在就是有一张 A5 和牛对话机。你好吗？你要看哪一台？
好，这一台好了。哎，我可能还是这台照你。照我看。我们直接出道。运动前分享这个，对呀、啊，是很好的。我们拉瑞姐姐也有去吃哦，来分享一下你的感想。像我们的经纪人应该是要分享一点它的口感。但我没有动起来的需求。但是你可以分享那个啊，和牛的口感，100分，还有它的手势。表达了他对很欢喜，真的很好吃。然后他没有听到我在讲什么，他现在在做什么？他已经开始运动了，他已经开始了吗？哎呦，这是教练跟我们的差距，56分了，好像快要开始了。有任何计划吗？因为我们一开始还是不会算的，所以我们一开始真的是泡在里面泡菜，超久才拿起来。但是呢，后来就是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台的，大家可以去菜篮子台看一下我的真实肤色，然后再回来这一台看一下。它看起来很亮。对啊，但我不知道什么它可以把你亮，就是有点你的内置镜头。对啊，你的内建滤镜很贵。现在这个是我的真实滤镜，真实肤色，可能再黑一点，你拍起来再黑一点。嗯，但这台就是有点夸张了。不会，你的脸跟你的脖子一直是两个颜色。是吗？但我头发跟我脸是两个颜色，你有发现这件事？这件事我很意外，但是、而且你好像我不明显吧？我的色差不明显吧？然后反正是蛮清楚可以看到，是你的头发跟你的皮肤就是两个不一样的颜色，但蛮自然的吧？就不会特别想要点出这个问题。对，但是你的头发跟你的睫毛可能比较像一点，是吗？我是认为他们应该是同颜色，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大家讲真吃和牛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它真的很好吃，和牛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。而且不止和牛，还有冰淇淋也很好吃。冰淇淋也很好吃，但冰淇淋是最胖的。但是很好吃。老虎姐、啊，我们昨天晚上吃了和牛，好，很棒啊。还有冰淇淋，很多冰淇淋。很多啊，还有珍珠，很多是多多啊，就是很健康的那种程度。冰淇淋怎么会叫健康的程度？他搞的是低脂冰淇淋。不会啊，没有变胖，看起来很瘦啊。是不是？你看老胡说了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，他们说今天要加菜单吗？没有。哎，我们昨天吃那么饱，今天应该不用加菜单。不要害到思思好不好？不要害到思思。不用加菜，我们昨天吃那么饱还要加菜。差不多5个以上，现在几分啊？现在58分了，58了，好像差不多。你们要不要先转一个一个来？等一下，这个先。我先。你要不要转去你的？没有。恭喜拉瑞姐姐的个人直播首秀。你转了吗？她转了。看医生。因为我每个礼拜一、四、五、六、周一要看中医。像今天是播晚这样。切换镜头。对，就看。好好好。中医讲，好了，好，下周一。但是我不知道它可以撑多久，因为刚好看看一个小时应该。因为像今天结束快6点，那如果我跟你说可以提早就提早，那如果今天过去，我们大概6点20分，因为今天的时间快要满了。那应该算是我们待会儿看到我们很奇怪的状况，要怎么样？你的网络会不会比较顺啊？有点快。自己的网络。对。像今天搞到5:45才结束。算是牛奶冰吧。好的。牛奶冰。这样有比较顺吗？发问。好。什么时候被传到？对，要被传到。很顺的感觉。刚刚有一点像年纪一点这样。耶，来到我们最后一次喽！那我们现在教练他去背我们今天新的素材，对，就是我们的圈套，因为他刚好拿出来。那不如我们就直接 Q 吧，有请我们的老胡姐姐。哎，他来不了，哈哈哈哈。耶！嗨。他首先到这个。嗨，别叫我，这是你们。哈哈哈。先放下来。先放下。他请我们教练。哦，这个是你的。为什么他后高级？因为你们两个要一致性啊。他是全后，全后他金色的。他请我们老教练自我介绍一下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胡。今天要上泰拳。居家泰拳。居家泰拳。所以你们也可以在家里打。对。老胡帅吗？那没有全套的话。老胡蛮帅的吧？是蛮帅的。可能视觉上吧。视觉上可能会。这间健身房啊，我们主要是工作室的规模，然后我们有瑜伽，我们有泰拳的训练，我们有重训的训练，都可以在这边让大家来运动一下。然后我们在市民大道三段的143号二楼的地方。我发现老胡每次讲这间健身房都会讲出新的东西，他就是多了一个工作室的规格。工作室他之前没有讲过的，而且我就是因为很多人看到我的线动作就说，哎，你们怎么最近开始运动？然后他们说这间健身房看起来是常有在健身，对，他们说看起来超漂亮。肯定是没在健身吧。我就比较偏向于你当初在设计的时候，跟设计师讨论的时候，老胡姐姐参与了设计，太强了吧？对。那我们赶快换一下，欢迎我们今天来宾律师，嗨，两位可爱的，哇，那我们这是超级厉害，跟着做。国乐出来的，对，从小学国乐。觉得昨天哪个最好吃？我觉得学国乐都有一种气质，然后和牛寿司啊，和牛寿司蛮好吃。我觉得是不是就有那个国乐的气质？可是其实我一直都不觉得有，可是每次大家看到我都说，其实你都会有一种就是好像不能亲，就是没办法亲近，就是不是我想象中的气质，不是这种感觉。那你是会很有魅力，对，然后很想要。真的生命多，其实蛮多的，但是我不爱吃白饭，所以都是晚上。那和牛还行。现在因为热门时段，就大家下班的时候可以陪伴大家身边这样子。所以大家如果下班觉得很心情、身体很疲惫的时候，欢迎去看思思。对，我是浪上新主播，大家好。和牛有推荐的吗？他们的冰淇淋真的蛮好吃的，冰淇淋推。但是呢，还是要请你量一下。上新台，还是逃不过。哈、就是之前有健身的经验吗？对，其实我一直有。我是，那有面对过现实的经验吗？其实很长，最近有点怠惰。好，要直接上去了是不是？来吧，上凉皮纸其实是一个太可怕了，没有一般人不会体验到的一个东西。我觉得。对，那种心态，自己看就算了，还要跟大家报告，就有点。对，哎，那我们的那个抽奖就是，我没有吃到鲷鱼烧啦，只吃到冰淇淋，可恶。就是跟之前羊肉，之前没有吃到鲷鱼烧。我现在就是抽，只要送偶像海报，就有机会可以抽到我们的教练课，加上顶巴黎的测量。大家如果对我们这边健身房非常的心动，然后想要跟老师进去，有一点进去。谁最容易失控？现在照谁？欢迎大家，对，就是偶像怀抱呢，就可以开始一场老虎粉丝见面会了吗 ？Yes。20，体脂 OK， 开始 OK， 而且体脂 OK 耶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体脂 OK， 老虎介绍一下女性一般的体脂应该多少？20到27都是健康的。哦，中间值很好，好开心哎。我每个礼拜都会去打羽毛球。哦，那就是有，那就是有在运动啊。以前都会健身，但是这有点怠惰。但是代表你保持得很好，希望继续保持啊。疫情期间，然后就开始乱吃东西，这很难免。我觉得这很正常。对，然后我疫情期间开始叫一些外送平台之后，然后就不得不叫到免运。然后一个人就会凑，我也是，我会吃超过一个量，自己一个人住，然后就会很惨，你就是要凑满200块，对，好痛苦，
对，你好不容易买到160块，可是再40块加运费，就多买一杯饮料。对呀、啊，就多吃一点没关系嘛。大家都这样。好，那请我们赶快。哦，对，我们要宣传一下我们的榜一。我们这次榜一超级特别，因为我们下一周就是我们最终的这个主题最终的总决赛，总决赛集周一是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我们练习，然后下一次就是揭晓。没错，我们的体质是怎么样的？大家只要这次到榜一就可以获得8月22号的入场资格。而且当天还可以跟我们两个一起合照拍立得，总榜一，你们对总榜一，今天的总榜一。但是呢，今天的总榜一为了，因为这个很顺。四平衡三二一，回右脚打直压下去，膝盖伸直哦。四三二一，好，我们休息个20秒钟。袜子，但是穿袜子很好平衡哎，很好平衡吗？有差吗？我觉得有哎，比较稳啊。可不会有闪退的问题。上个礼拜都是我在不稳，今天都是你在不稳。但是项目是弱点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一样哦，我们一只脚各一只脚各6次，所以3次3次。等一下回到左脚弯着，刚刚第一个动作，第一个90度，好，一样往前走，3次哦，四。3秒，2秒，1秒。健身房的网络没有很顺。你们穿袜子好像比较不稳哦。对呀、啊。4、3、2、1，然后再一次往前走。4、3、2，压好一回。来压直四膝盖后面，大腿后侧，好往前走，翘起来走，小心平衡。限制蛮高。2、3、4，然后小心扶好哦，好，右脚打直。4、3、2、1，往前走，前压4秒，3、2，平衡一回来，右脚直，4、3、2、1，回，最后一次往前戳一个，四，小心2、1回，右脚直的最后一次哦，4、3、2、1，好，休息20秒。袜子真的有差，发现最稳的永远是来宾。对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之前的经历就是我们很喘，然后来宾都说，可是我觉得还好，要不要再做基础？我们也可以跟着做啊，没人在意我们的感受，是不是？大家可以跟着做，啊、他们绝对没有，你看一看来。教练的肌肉太性感了，一圈粉。这是罐头吗？罐头，那应该是罐头吧。这个罐头按出来，哇，这间健身房真的太香了。思思看起来，对不对？看起来感觉还好，没有，因为平常有在运动。啊，我们其实也是有练啊，有练敢讲了，我们不敢讲。没有第二个动作。哦，有啊，有人说有在做，哎，真的假的？有跟着做，好感人，发哼，发哼，他就是一个有跟着做的，这是这个礼拜以来第一个。他要跟着做啊，是不是？难得有一个跟着做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哦，一样，我侧面给你看，很简单，就这样子把你们的两个脚背并在一起。好，并在一起之后，稍微抓着你的脚尖，抓着你的脚尖之后呢，让你的手肘。把你的膝盖的这个地方往下压着，然后身体微微往前倾，然后抵着5秒，4、3、2、1，然后放松一下，然后这样，这个蛮舒服的，再下去一次，来，我跟自己聊天，三手要压哦，2、1，起，然后浪一下，然后再下去一次，5、4、3、2，手肘压，一回来再松一次，总共有6次哦。松一下。我努力想要让髋关节下去。Go， 再一次，对，把你的髋关节打开。4、3、2、1，好，松它一下，最后2次哦。那感觉已经蛮软的，对不对？我比较软。软软。我今天很硬。你是最硬的那一个。他以前是最软的、啊，他跳舞的、啊。好，再压一次哦，来，4、3、2、
听说很多人吃完，帮他最后一次，帮一下，帮一下。因为和牛串真的对大家很好，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吃了很饱，每个人都有吃到黑五和牛。五秒，压轴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好，回来，好，缓和一下，我们站起来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。好，等一下帮我数20次，总共20次哦。然后一样，我从侧面给你看，开是叫开胯，开的时候，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有膝盖的这个动作。等一下开的时候，让从这边打开，然后上来的时候压一下脚背，转到右边，对，左脚一样转到左边，最后是给出一个零次的来三，开始四打开，五打开，六七开，八九，没事没事，没关系，十再十个来一，二三开胯，四开，五六七。八九，店家怎么了 ？OK， 要喝水，喝水。好，休息一下下。我觉得穿袜子真的比较稳，我后悔。所以教练，我想要学那个，就是网络上他想拍影片，那种20秒，然后看起来很厉害，那种对对对对对，然后还一个回勾一个回，然后这样。要有一个套路在，对对对，要有一个套路在。我们可以吗？我们有空可以，今天可以吗？今天可能先不要。今天可能偏居家一点点，今天偏居家一点。有空可以。我想说今天比较战斗，我想说现在可以来个拍个大片这样。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今天的防疫呢，是以官方的截图为主，观摩后官方的截图为主。没错，大家加油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获得8月22号的入场资格，可以跟我们去拍照。对，就是今天的防疫，就是稳稳拿到入场资格，对，不用抽会员了，你就是拿到，真的拿到。恭喜你，今天榜一，加油，加油，赢到最后一刻。那我们抽奖怎么？抽奖剩下4分15秒。哎，那个有拿我的小号，可以用我的名字帮我丢到榜一，这样我就可以去了。是这样吗？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你的了。我们可以直接来。我也要参加，我要参加。紧张没关系。我好担心哦，我下个礼拜要比体脂，就是看谁讲的比较多。哎，你有，你还有体脂可以量吗？没有手机，你已经。你这样好像很吃亏，因为你的range已经比别人少了，你这样不就很吃亏？我觉得是，我是比这样才比例，比例。而且我们是因为一组一组，就我跟他是组队。哦哦，难怪今天有点是了是哎，有点火苗啊。哦，这个跟基因有关系，因为每个人可能肋骨它生长的幅度不一样，肌肉的肋骨的生长幅度，就是每个人骨头的大小，第一个大小不一样，然后骨头的对有比较外翻的，然后有比较内收的，对，然后有些人比较宽的，有些人比较长。外向肌肉，可是就是骨头。有些人他 maybe 不一定他的骨头是直接对称的，不一定，这个不是每一个人。还有教练，我有问你，是不是女生真的比较难练大块肌？你们的块状比较难出来，但你们的这个线条比较容易看到。你说腹肌线？对，男生的块状比较明显，女生是这两条，我们叫什么马甲线？叫马甲线？对。因为我觉得女生的腹部这两块很难练，很难，尤其是下腹。对，尤其是这个，原因是因为你们有子宫，对对对对对，天生的，专业的耶，专业的。然后有些人会有6块，有些人会有8块，甚至有些人只有4块，这都不一定，这不是靠你练就可以练出来的东西，就是看你天生的长相，它就长这样，就跟你的长相是一样。天生就很好长肌肉，有，因为我之前就有看过那种随便一两下，然后就全部爆腹肌、爆青筋这样。有些人就是这里比较发达，有些人是这里比较发达，所以每个人不一样。对，对，像我是腹部比较发达，羡慕。怎么会这么重？我跟你说也很难讲，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胖肚子，但有可能他
肌肉，就是腹部的肌肉是比较发达的。对对对，这真的很难讲。对对，教练。不好讲，对。对，不好讲。因人而异的。没错没错，每个人不一样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搜寻自己身体到底是哪一块比较发达。对。因为我在自己练健身的时候，我有都会有，对，是有这样想法。强项跟弱项。没错没错，像我腿部的肌肉就比较弱，还有背部的肌肉比较弱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很强烈。只要更用力。我觉得有背肌的漂亮，因为背肌线条会很漂亮。背肌真的不好练，真的不好练。而且就是背部会有很多一些脂肪，然后女生拍照背就会看起来很丰胸。啊，我们有练啊，只有一次，只有一次而已。那个回家我就没有再做过了。只有一次，很需要，女生很需要。我们还有30秒，还有30秒。那四块腹肌有办法练到吗？看他基因的问题。那再有就是再努力的话，有机会突破。有些人有可以，有些人不行。就只能画出来，砍掉，砍一半。有些人他最后一块、最后两块都长在这，他下面长不出来。但有些人可以长到下面都可以，这个是没办法，这个是因人而异。大部分是一整块。我有看过10块的，10块的，有10块长了吧？它就是很小很短的，10个，对。所以行不能靠练哦。对，你练只让它长大，但那个形是天生固定的。我以为就是。而且有些人他也是，有些人也是6块，但是他是上下。我以为就是说教练，我想要来一个6块肌，我想要10块肌。麦当劳是不是？好，等一下，一样先从我们的两位应该还记得，但律师就不知道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先站好，先从战斗姿势开始。站好之后，让你的都是右撇子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右脚往旁边移，跟与肩同宽就好了。然后右撇子的话，把你的右脚往后移45度。站好之后，宽度要保持住哦，中间的宽度永远是你的肩膀的宽度，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不要变成像一直线的，不是跟跳舞一样吗？宽度维持，然后右手放在你的下巴旁边，左手放在下巴前面 ，OK， 好，握好拳头，把你的大拇指包在你的4只手指头的里面，包住，不要让你的大拇指翘起来，包好，然后还记得直拳怎么打吗？是吗？哎，很好，好，律师，你看我们在打的，你以前有打过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好，律师，之后在打的时候，记得我们不要用手去主导，我们用我们的腰去主导，所以打出去的时候，你的腰是会动的。对，你的腰会动，腰会动。然后你在打右直拳的时候，我们是左直拳跟右直拳。右直拳的时候，你的右脚要联动一起转出去。右直拳，右脚联动，右直拳，右脚联动。好，左手先来个10下哦。左边的时候脚就放软就好了，让它有个弹性在就好，不要很硬，很像机器人一样。好，左边一，二，三，好，吐气四，五，六，七。好，九，好，换右直拳，一，二，右脚转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好，左右连在一起，用腰来动哦，记得要来左右来 ，one two， 一，二 ，and one two， 一，二 ，one two， 一，二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吐气 ，go， 九5次。4, 3, 2, 1, 好 ，OK， 缓和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就把拳套给带起来哦。好 ，OK 好。我想冲啊！你的右手比较会转，但小心滑哦。冲啊！现场。好，这个是右手。好，把它把它塞到最里面。这个拳套。好，小心你的指甲哦，因为指甲不行。再练练哦。我来尝试自己一个人带拳套。
上次有成功，但左手进去的时候，等一下塞到你的右手，它会负重的。好，小心你的指甲跟戒指。那个微电影诈骗前面就是那个重重重重拳头，超帅。比较不舒服，有塞起就是可以哦。好酷哦。哦。哎，不会自己带哦。帅，帅。好，拜拜。好。最后还是需要教练拯救。对。等一下再来就好。进去了吗？悄悄。锤锤好，可以，好，等一下，一样，就从直拳先开始哦。好 ，OK， 准备准备。你说拳套吗？拳套吗？还是？好，一样，万柱，两个万柱就好。是是是。OK， 然后吐气哦。Let's go， one， hop hop two， hop hop three， hop hop four， 腰转 five， six。7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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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样会热，很容易热哦。觉得自己很帅，容易热哦。好，等一下一样再一次直拳二十下哦，二十次。好，准备哦。然后在打的时候，每一次都帮我吐一点气出来，或是有一点声音都可以。哎，我们都可以。好 ，Ready， 准备来，一，哈哈，二，哈哈，三，哈哈，四，哈哈，五，哈哈，六，哈哈，七，哈哈，八，哈哈，九，哈哈，摇动十，哈哈，一，哈哈，好，右脚一起，二，哈哈，三，哈哈，四，哈哈，五，哈哈，六，哈哈，七。九，最后一次。OK， 休息一下下，缓和一下。我觉得喉咙比较累。OK， 喉咙比较累哦。对，好像很帅。对啊，这样很帅。很帅。哎，你打字是蛮好看的。那加点表情。帅一点吗？累，非常累。喊比较累。喊比较累，喊比较累。好，二十脱了。手机太出汗了，里面很闷，其实全套里面很闷。好，要换高的哦。高的，好，要教一下，复习一下。复习一下，复习一下。好，等一下我用侧面哦，侧面给你看，你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戴好哦。好，等一下侧面的时候。记得我们一样在勾的过程当中，一样是用我们的腰，都是用我们的腰去驱动，不是用我们的手主导。所以在勾的时候，左边向左，我从后面看看得到吗？左边在打的时候，先帮我，你在射箭之前，你要先拉弓嘛。对。你在打勾拳的时候，一样要先拉弓。所以在勾的时候，你的身体要先侧过来，侧过来之后再打左勾拳。OK， 侧过来左勾，侧过来左勾，一样是用你的腰，侧过来左勾，左勾，用你的腰送出去的感觉，送出去的感觉。OK， 好，这是左勾拳，右勾拳的时候一样，维持，先往右边拉，拉完往左边掏，往左边，右脚联动，右脚联动，右脚联动，那么用腰，对，都是用腰哦，所以勾拳会比较难一点点，然后等一下左右加在一起的时候。左边过去，右边就顺势回来。左边过去，右边顺势回。我们先试一次单一的左勾腰，单一哦。左边一个来，一、二，拉回来，三，出去先转四，转五，六转，七，很好，八，九，十，换换右边十个走，右一，右二。有三，有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最后，好，等一下要合在一起哦。好，好，我们试一次五下就好了。
左右合在一起五下就好。等下再正式来哦，来左右加在一起的一。One, two, and 二 One, two, and 三 Up, up, and 四最后一次，走好，缓和一下下等一下正式开始哦。没有，还没正式开始整头发哦，很长哦，好难，那个律动有点难。那没有打过会比较复杂一点点的感觉，所以像天亮然后这样，对，像这一点小心哦，打到很出去可以差不多这样九十度的感觉就好，这边，对，不要很不要很外面，就稍微往这边就好，对，手可以弯，对，勾着勾着就好，勾着，对，不用非常出去，不是打巴掌的感觉哦，对，是勾进来的感觉，哈哈，你的手不会这样很甩的感觉，哦，刚好换手，准备喽，ready， 二十次哦 ，one two 来准备，一来走，二吐气。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左右十个一，左右二，左右三，左右四，没关系五，脚站稳了六，脚站稳，七，八，九，最后，好，缓和一下下，很好，很好。比赛好吗？缓和一下哦。我们现在不行啊。好惨哦，今天。有一点哦。原来离我的大片这么远哦。看样子很像很厉害这样。要先练一下下，再打会比较好看。而且还有腿哎。对，还有腿哦，还有腿，还有膝盖哦。对。对，还有膝盖。还有膝盖，等一下会有膝盖。膝盖的女生一定要学。遇到坏蛋的时候就直接敢撞他，撞！遇到色狼就撞他。啊，有人要喝水吗？还好吗？喝完了。用哆啦 A 梦的手。好，准备哦。好。最后一次的左右二十个。好。勾选喽。Ready。OK， 来左右开始了。一。哈。二。哈。重心在自己身上。三。Up up 四，五，勾勾六，勾勾七，八，九，勾勾，十用勾的，一，二，勾好了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勾八，九，最后一个 ，OK， 我可以讲讲，好，好，中场休息一分钟。要喝水，喝水，要活动活动。还要活动什么？什么活动？看你想活动什么都可以。可以帮忙开盖子吗，小编？老师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姓名贴走了。小心哥。全套下分。我的姓名贴被我转下来了。不知道。谢谢老师。来。谢。你出了一的。哎，我来喝。那天都这样。帅吗？等一下啊！啊，帅啊，帅，帅，帅！有人说老不进，老师，老师要当沙包，是不是？哈哈哈哈哈！老师，出装一下，马上回来吗？要老师知道我们的权力到底多大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当沙包，小伙伴我打死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温文儒雅，谢谢高尚，我们学国乐的。没关系，我直播间都说我是男的，哈哈，我已经习惯了，所以老婆姐姐今天要唱歌吗？唱啊，谁？她今天有 solo， 谁记得的？真的，她会唱你的歌，谁记得的？唱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哎，天，不行，我喘到现在，我还没办法好说话，谢谢。这个时候继续打就对了。好，就是要喘到烂掉，不要喘到烂掉，敲一下，敲一下 ，OK， 有今天最帅的动作，敲一下，敲一下，敲一下，一拳一下，可以吧？可以哦，那我们第三个动作哦，好，一样跟上礼拜有教过，我们是上勾拳，上勾，我们是上勾拳哦，这上礼拜没有教过，我没上礼拜没有啊，没有。等一下，一样就我们两只手一起哦，我就不一个一个哦。好，我们要节省一点点时间。上去的时候，刚刚是勾嘛，对，
上勾的时候一样也是勾的感觉，就是往上往上，不错，一样用你的腰哦，所以你会有一个，你看我的腰又会有一个扭扭，往上扭往上扭的感觉，然后往哎很好，然后加你的拳上就对了，加你的拳上去，但是不要那么像逼你姐好不好？你有点太像逼你姐。我们就是往上往上，有一点像 B 莉姐，但是凶一点的 B 莉姐，好不好？凶一点的 B 莉姐，然后手要往上打，要往上打，往上打，往上打哦！想象一下你的拳头在人家的人中这个地方，人中去打人家下巴到人中这个地方去打着哦。OK， 我先测试一下，各五个，好，五个就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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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怎么办？你接手好了，我接手。好，接手。好，好，你这样上勾哦，上勾一样，准备喽，一个，来，一，哈，来二，用腰上上来，三用腰，很好，四，上上五，好 ，OK OK OK， 很好很好，重心在哪里？会往后吗？不要，重心在自己身体上，不要往后，也不要往前，都在中间，重心在中间的感觉，那是一个感觉。一种律动感，一种律动感，但是不要太律动，一点律动就好，不要太律动哦。好，好，只要记得打完两个之后就放回来你的脸前，好，就不要放下来哦。好， OK， 准备，三二一，来上勾一，哈哈，二，哈哈，三，哈哈，很好，四，哈哈，五，哈哈，六，上上七，哈哈，八，哈哈，九，哈哈，十。一勾勾二来勾上去，三四五，腰在动六，你的腰来七八九，最后一个OK OK， 缓和30秒，再下一次，还有一次，最后一次了，腰在哪？最后一次了，腰休，感觉不到腰啊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我的腰在哪？喘了吧，我们终于有了嘉宾，喘了，会喘哦。啊，你是我们第一个会喘的嘉宾，其他都好像不会。你说其他都真的都很厉害哦，都有在练，他有时候哈哈还在练。哈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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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累，好，准备喽，一样吗？最后一次，一样上勾拳，最后20下就结束。好 ，OK， ready， OK， let's go， 来一，二，三，上，四，五，腰转，六，腰，七，用腰，八，九，十，十个一，二，三，吐气，四。轻松点，五，轻松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九，喘一下 ，OK， 休息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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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要喝水，喝水，要休息，休息。想揍人了，谁？现在目标应该只有一个吧？对。哎，其他都在全套啊。谁嘞？那什么时候可以进阶？就教练拿两个，然后。三个人打一个吗？不是，不太公平哦。在圈外练那个吗？就是你拿的，就是拿的，对。我会拿靶，我会拿靶给你打。会啊，会啊，会啊。直接人数众多，所以不太适合。我会被打死。对，是打你一个。目标明确。太暴力了吧？我们的力道像按摩吧？对啊，是按摩一还是你要秀一下闪躲技？可以当靶不是？你们打我闪吗？对啊。很专业的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们都乱挥。可以啊，对，当然可以。我想看一跳，你攻击，然后一边躲，然后攻击，然后躲。攻击一边躲。对。我等一下，我手残。我帮你抢红包。还是我在看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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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帮忙抢红包。啊，他帮忙抢红包哎。啊，我可能需要帮忙。我帮你拿到钱。对不起。我抓不紧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换下一个喽。等一下是我们的肘，等一下是我们的肘哦。
上衣当法。好，因为泰拳的肘有分很多个角度，我们就先从最简单的平肘，这个叫平肘。所以出去的时候一样用你的腰去带哦，都是用腰去带，不要用，不是只有手去靠，用你的腰带出去。然后对，然后左手保护好你的脸。在打任何的武术，任何的不管是哪一种武术，拳击、自由搏击还是散打，还是踢拳还是泰拳，你的只有一只手会拿下来，你不可能两只手是拿下来的，一只手出去，一只手就要保护好，不然你的破绽会很大。所以一只手出去，一只手保护好。不要打我的脸。因为拳击是专门在打脸，专门我们会攻击脸，专门会攻击脸跟身体的部位。脆弱的地方，对，然后手肘这个地方也是专门在攻击脸的地方，所以这个通常一下就晕了，通常一下你就会倒下去了，通常啊，所以不可以被打到，对，就算我被打到，我可能会晕了。好，等一下在打的时候也是，我们从右手先开始，好，我们左手保护好，保护好之后，我们的右肘靠出去，靠，然后小心你的拳套不要打到自己的脸哦，靠出去，靠出去，对，靠出去，会到这边而已，对。你想象用这个地方去打人家的脸，所以你会这样靠出去。那手会超过左手？不会。啊？就是左右手不会超过左手，右手不会超过左手。你说这样子哦？对。哦，不会，就这样子。就在里面，好，就是。对，你左会含在里面，它会含在里面。你教一下。对，身体转，然后手肘带出去。好。所以你的手肘会过到你的脸的旁边。过到脸的旁边。对，你的手肘会过到你的脸的旁边这个地方。好。对 ，OK， 没有，我们先十个试试看。右边来一个，二，三，平平的出去四，平平的就好，五，平平的六，七，很好，八，九，one more， 好，一样，左手试十个看看喽，左手试看看十个，怎么样？左手来一 ，two and 二 ，two 三，跳出去四。五，好六，右手保护好七，八，保护好你的脸九，最后一次，还好吗？好，还好哦，很正常。好，等一下左右就加在一起哦，然后一样，左边先换右边 ，and 一 and 二出去，然后你在打的时候要有一点加压的感觉，所以不是走这样，你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，你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，有一个加压感哦。我去明天这里会酸。可能会，背比较酸，打完的时候，对，因为这边要一直转啊，这边要一直转，好，准备喽，左右加在一起，左边先一样二十下，一，小心脸哦，不要打到脸哦，三二一来，一 ，one two and 二 ，one two and 三，好，来四右手，五左手，很好，六，七，我们才到八，九。不耸肩哦，十，一，哈，哈，来二，来八，哈，三，来四，六，五，六，来七，八，手肘九，手肘九 ，one more，one more， 啊 ，OK， 现在都没声音了，休息都快累死了，冷气可以调低一点吗？很喘，很喘哦。这样，这个很好玩哎，好好看哦。对啊，看起来很像很专业，自信哎，有默契，很好。上头一个，你看久了就不会护头了，根本忘记。对，好，重点是你打你这边的时候，你要回来，对，是你要记得回来，对，要回来打哦，要小心哦。会就会被打，一定要保护好。觉得动作很帅，有人说这动作很帅，保护好脸。我也觉得动作超帅。不要惹我！好，还不赶快抽奖？你在干嘛？保护好脸，快！好，准备好，我们第二次就好，一样二十下。好，准备战斗姿势，准备好。OK， ready。中间给我一个肩膀的宽度哦，不要变成一直线哦，这跟重心有关系。Ready， 手肘记得抬高，来三二一，走来一，来二，很好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抬高十，来一，二，
一样，要喝水喝水，要休息休息哦。今天主持棒交给老胡，把主持棒交给老胡。真的很时间过很快，很快了，40分了，42分了，会不会不行？快哦，不朽的时光，我不行了。听说今天会有脚，是不是？嗯，现在就要脚喽。好，下一个就脚了。等一下是膝盖。有人留言说我快往生了，就是刚刚那个有跟着做的人，有跟着做，啊，是不是？眼神很帅气耶，说谁？哪一个？就一个，对，没有了，我根本没有在镜头里面，是你们三个在镜头里面。不知道三机里面可能说大家耶，哦，有人说你不够累哦。好，准备，我们换膝盖哦。好，好，等一下，我们这次就是我们刚刚开胯的目的了。等一下会用到，等一下一样，战斗姿势准备好。相扑。啊，没有，这个没有相扑，跟相扑没关系。好，等一下记得出你的膝盖的时候，你的脚背一定要往下压哦。好。不管任何，只要泰拳，你只要脚抬起来，你的脚背就习惯压着。OK， 所以这样子很容易吃萝卜。所以为什么要压着的原因在这里。然后抬起来，不管你怎么抬，都是要压脚背。OK， 等一下右脚先，我们右脚在后面嘛。右脚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在踢，我们在撞的时候，不是只有敲，这样子用敲的，有没有？你是往上敲，但泰拳你要往前刺，所以刺出去的时候你要用这边的宽度，我们叫胯，我们用胯的力量把它往前刺出去。完蛋。对，然后你的手往下压一下。然后往前刺出去，像刺枪术一样，宪兵图式那种。然后往前刺出去，然后手不能这样子哦，手不要这样子。你这边弄，不是这种哦，你的脸就会被打爆，所以你要压一下就回来了。压一下就回来。压一下就回来了。对，好，压一下就回来了。很好，脚背记得压哦。对，要往前顶，所以不是只有往上靠，你要刺出去的感觉。对，刺出去，这边压好，这边压好。对，很好，好，准备哦，但手不要这样子哦，我不要这样子的手，我这样子就好，我不要这样子，我不要 Michael Jackson， 我要刺出去就好哦，好，准备哦，我会慢慢的一下一下来，好，十个就好，右脚先，他应该不敢飞起来，十个来，一次，刺，喂，小心站好，二，刺，三次，四，脚背压，压脚背。五压四，六，七次，八次，手拉一下就好，九次，保护好脸，十，好，但是也不能不动哦，要动一下，这是加压的概念，只需要保护脸就好了，不能，你不能完全不动啊，你不能完全不动哦，脸还是要，还是可以打开一下，一下下就回来了，好，等一下我们换左边喽，等一下帮我把左脚扣板。换个架子，对，右前左后，然后刺上去的时候，我们模拟一下，一样，刺上去，很好，刺上去，好，小心重心哦，然后一样压脚背，好，左脚就直接摆后面喽，好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来十个一，小心脚尖站好，二，拉一下，手拉一下，三，拉一下，四，拉一下，五，很好，六，拉一下，七。拉一下，8，9，吐气，10，好，缓和一下，缓和一下 ，Good。这样子左右，我觉得我的膝盖很没。这个没有左右，这个不左右。没有，没有核心。对啊，没有核心跟头的力量，感觉没有用到力。感觉。对。感觉，所以它不能只有往上，你要有往前的那种，对。顶出去。对，你要顶出去的感觉。然后膝盖的路程是圆的还是？什么意思？它是这样子还是这样？哦，一样。泰拳它有分这样刺出去的哦，还有侧边的。哦，回旋踢。有一个，因为你在两个人在对打的时候，你不是只有这个方向，你会有这个方向，
最有可能会扣着他往旁边撞，这样子。你不是只有往前撞歪，因为他如果这样挡着，你这边撞不进去的话，你就要从旁边撞，所以你要从旁边撞，你可以扣着这样。考啊，对，位台不太一样，那我们今天就是直的就好了。但是往前是只有直的，我们就是往前就好。转，对，直行，好，我们叫直行。好，对，好，等一下再一次哦。好，右十个，左十个，准备。来，右边开始，来，一，哈，二次，哈，三次，哈，四次，哈，五，哈，六，哈，七次，哈，八，哈，九，哈。最后一次，好，换左边。最后一次，等一下喝水了。左脚往后摆 ，Ready and let go， 一次，二次，三，四，五，保脸，六，保脸，七，还再拉一下，八，四来九，最后一个，好，喝点水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省一点。他是所有来宾最累。有点衰，真的，这还是正常的，对，这也正常的。没有啊，他是说今天的课程是最累，真的、哦。四次里面，的确是我们四次里面最累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梦想就要开一个大店，他就想帅，对，他想帅，帅是对的。换手机，那我现在放手，他就可以换手机。全套可以拿掉，我们等一下收操。好，是差不多了。好啦，好，已经五十分钟，我们可以打沙包哦，打沙包。你要留下来打。沙包。直播还留下来打。哪里有沙包？沙包，沙包。有人说应该是因为两位怎么吃都才加强。所以你们是二十一号那一天要量最后的。22号。我就当天量。放手。好可怕，那你22号哪敢吃饭呢？对啊，直接见真章。哎、欸，在晚上哎、欸，如果当天不喝水，吃饭有机会掉脂肪吗？我完全没有。对啊，其实没什么用。你量脂肪前到底要不要喝水？有两种讲法。喝到二种不？因为有时候喝水会那个增加体重。不会了。当天的。增加体不会体重吧？增加体重。不会了，照喝照吃。你的脂肪升或降不是一两天可以决定，也是啊，甚至一两个礼拜都不一定可以决定。对吗？那我们要一个月决定吗？一个月可以。一个月不行吧？一个月。看你想要看找理由。一两天掉的体重都是假的。啊，老胡就摇头，他说我们那天就算不吃饭也没有用。没有用。没有用。那只是体重没有到而已。啊。那我们82当天没有任何爆红奖的机会。当天不可能。我跟你说，你们从今天开始都吃水煮鸡胸肉，然后吃鸡蛋，然后吃地瓜。到82体脂绝对降，对不对，教练？可以，绝对降。大概到不了现场。然后每天喝1500到2000对，没错，每天喝2000的水，对，狂灌水，狂灌水。而且2000就够了，不用到狂灌。而且我告诉你们，其实是狂灌水才会有点脱水，真的，真的，对，水太多。对对对。你真的很强。怀念哦，你们以为一直喝水会水肿，可是其实你喝很多水反而会排水。对，你反而会排过多，因为你的身体会觉得你在对，然后你就会涂比较多水。是啊，因为以前我要为了拍 MV， 为了要看起来很瘦，很脱水，所以我故意就一直灌水。对对对，在那一天拍的前一天，我一直喝水，狂喝水。他说喝很多水会水肿，是怎么回事？那是你前一天吃太咸，你吃太咸再加水分，你就会整个水。我前一天跟水没关系吧，所以我前一天千万不要吃宵夜，然后不要吃咸的。别人都骗我说睡前喝太多水，第二天会肿起来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吃咸的。谁说的？叫出来！出来了，妈妈出来！我妈妈妈，不好意思，妈说是对的，妈说是对的。要听妈妈说，抱歉妈妈。好，我们来收操一下，我们来收操一下。然后很简单，一样把我们的双脚给打开。好的。我就叫你们看啊，侧面啊。好。你们坐就好啊。开。这个我最弱了。你能开多开就开多开。超弱。来。好，小心不要撞到彼此哦。好。你是可以过来一点点。我没差，你们在镜头里面就好了。好，开了，能很开了吗？哈哈哈哈哈。最近很开了吗？不要紧，你最开就好。然后让你的脚不要弯起来就好了。好，
开压着哦。然后我们从右边先，我们右手跟左手尽量摸到你的脚尖，尽量摸不到没关系，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然后回到中间，压着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然后到左边，好，摸着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好，回来休息五秒。是不是我跟你是一样的？我超硬，一起下不去。你家还是最软的那一个。对呀、啊，你是怎么笑？好，准备怎么一样？从回到右边，我们各三次哦。右边五秒开始。是太硬了吧？三，我刚没看到二。一来中间。五，四，没关系，能摸多少摸多少。二，一来左边。我赢了是了吗？我赢了。我跟你赢了。因为他连摸脚尖都摸不到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回来五秒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也赢到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所以我绝对不玩瑜伽。不对，我就是。你会痛死。对对对，我就重训而已。你会痛死。我瑜伽的完全被超死，所以我看人家这样很美，这样我没有，我的腿跟着开。做不到，做不到。我们在看前面。做瑜伽的时候打不开，对，打不开。老师，我卡住，我下不来了。老师，我帮不了你。好，然后我们最后一次哦。好，回到右脚，五秒，开始摸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然后中间。是的，是的。下去。五、四，尽量就好。三，没关系。二、一，来左边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好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好的，好，缓和一下，缓和一下。好的。我正臂真的不行。正臂真的。对，正臂侧还可以，可是也没有很强。我正臂侧强，正臂超弱。你这个强。对，侧臂比正臂好一点。我侧臂也下不去。碰不到小姐吧？碰不到，头伤。这样子，因为侧有些人左脚比较好，有些人右脚比较好。对啊。对啊，有的我是左脚比较好。超软，更适合上瑜伽。但其实你们两个更适合上瑜伽，我就是硬才要上，不是软才要上，是硬才要上。对，你们是需要。我是适合，我是需要。是因为我上瑜伽也是团体课，然后他超软，很尴尬的。对，很尴尬，然后自己可能下不去。我们团也是，就我们常常会有拉筋的时候，其他人就直接一直往下去，然后就应该差不多吧。怎么办？越硬越要拉。想到不出来，我先恭喜我们的双喜跟叶波明呀，获得了我们三位的签名礼物。你们想要哪个姿势的？我还没有拍哦。你们想要怎样？看一下有这样，要许愿，改了改，还是这样。不敢乱回答。对啊，这我没有听过这个。感觉是哦，他说下腰，他想要下腰开你的。想看七月半吗？现在这个月份不太好。还要大法师，这个月份不太好。我可以太过分了，可以这样，就这样。对，我这样就好了，就这样。你确定要这么惊悚的照片吗？没有办法啦。天哪，不行不行。前面没有，他要求要大法师。只是煮肉要软化蛋白质。小霞，你们在这里。这是下一件事情。煮肉要软化蛋白质。煮肉的时候要让它变软，软化蛋白质。为什么要让它变软？它会比较好咬啊，它的筋就不会那么硬。哦，是吗？这个就是这种烹调方法。对啊，是要吃。不是，我们怎么了？什么意思？我们要进厨房了，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醋我不知道醋。我们今天呢，其实算是在这个健身房的最后一次。对，我今天我们两个跟到最后。对，你刚到最后一次。我今天让老图来讲一下，对我们两个的感想。哦，现在吗？对啊，我们进入感性环节。感想，什么样的感想？你说我认识你们到现在。对啊，好感谢。
是很认真的两个女生哦。是真的真的，我是说真的。商业吹捧。我说真的。我不认真会被。因为我现在。会被他读出来，上次就是我不认真啊。我真的我已经抬不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不要那么偷懒，我真的起不来了。因材施教，还要因材施教，这不能逼迫我的这种东西。那有感觉到我们这一个月来有没有进步吗？进步吗？有啊，上次教你们器材，你们就会做了，而且你们的重量也变重了。我说做的重量，稍微吧。我上次有用到15公斤的那个。对啊，你这很强。对对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一直。而且你们两个强项不太一样。对对。你们两个强项不太一样。我在腹肌上一枝独秀。有目睹到，你的腹肌蛮强的。只有腹肌了。只有腹肌，相对你的腹肌就稍微弱了。对，我的大腿比较强。对，他的腿比较强。那个腿推好恐怖哦，因为我是用的腿推。对，我什么都没有加，然后我就快被压住了。那你就是腿，你可以就常练下半身。对啊，只要有时候要多深蹲。好，我们已经要关播倒数了，2分钟。我刚刚讲2个小时，对不起。2个小时关播。我拿着，然后倒数，时间一到就拜拜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是拜老虎唱歌，然后再拱老虎唱歌，怎么办？不要，熊熊。我一定要上吗？我要上吗？不要啊！我唱歌现在就要关播了，会被强迫关播。最后一首关播，会被强迫关播。老胡唱歌，他说老胡唱歌。醉拳，我不会醉拳。醉拳，我不会醉拳。厉害，不会，我不会。好，我觉得在这边健房，就是我们算来了五次了。对啊，因为我们自己私底下有来练习一次，然后就觉得是一间非常，这很优质的健身房。环境有舒服，对。然后因为每次其实我们只播1个小时，但是就会觉得想说要不要再留下来多练一下。还有结果嘞？有，上次有练腹肌啊。有没有？还有真的是练一下，真的一下，真的有，真的不到1分钟，不到1分钟结束。但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从来没有来过这些的经验，所以就是我们的初体验。然后也因为有老胡虽然很忙，但是一直有抽时间出来教我们很多器材的东西。玩了很多，但是还没有跟你们分享。我们下次限动再慢慢剖。对啊。就是初体验感觉很酷。我们未来可以来找你吧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没问题。那就麻烦老胡的空中瑜伽啦。哎，没有看出来。谢谢老胡。我是老师，我卡住了那一面。老师，我卡住。我们两个会卡住，我们两个脚会卡住。我们一起啊，我一起。对，我会跟你们一起卡住。怎么办？拜拜。